一下，对面一把，对面是一把龙阵，这把云阵开的尴尬，被大克了吧？对啊，被大克了。新东方是我们九六的，刚才没有看到他们谁是一速。对面应该是国标阵容，想点杀他们官方这边的这个，这是什么职业？等这回合放完，看下面谁一速。被龙大克了，这把云阵开了，尴尬。可能他们想套路一下对面，结果没想到，对面国标一把龙阵，40%的法杀给他秒爆炸了。但是对面龙宫是应该第一回合就被封了。嗯，还有宝宝吗？死了。现在应该是第一回合，点杀他们这边一速。不知道是这一速还是这一速啊？对面一速是天宫，对面一速追新东方 A4 天宫，普陀。龙龟拉起来站得住吗？这边观战方这边带的是一个大唐，直接扫宝宝，大唐加摩天宫。扫宝宝，扫飞了对面一号宝宝，嗑药了。他们还是决定把这个一速拉起来。然后不过对面一个龙龟，直接给他把那个伤全打没了，嗑的药都白嗑了。看到我们邀请我队伍的那个龙宫，我叫一个都不报。套路在的，对面新东方是我们9096的队伍，孟俊，可以的，自己给这个，这个应该是普陀吧，给他喂了一个五龙，点杀应该能点死，哇，出了个金甲，如果不出金甲的话，他肯定死了。结果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出了一个法金甲，可以的。看一下对面天宫，他应该不会强换虚弥吧？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观战方一速还是对面一速呢。这是个方寸。观众方这边有一速，罗汉。观众方这边有一速、二速。其实这场如果他站住了，还没有那么快，没有那么快，就说他们这边就是新东方赢了。如果他们这边有一速二速能站住的话，对面还是比较难打的。虽然说被大克，继续守势，又没有死，最后又出了一个金甲，金甲狂出，他现在不敢给他喂大金，因为这个龙龟怕他继续打他的伤。这回给他抵尿吗？起了个纸，想睡观战方这边的大唐，一把没有睡中，又出了双灯，开始抵尿了。这还是武装呢，我去，对面不是国标阵容，对面带的是逆武装，我以为对面那是大唐。他要顶上了，现在点人估计有点，点人应该比较难点呢，所以他们开始清宝宝，现在还是稳一点打比较好。一波估计是冲不下来，两边其实都不是国标阵容，对面带的是个逆武装，然后一个天宫，哦不对，这个是龙宫，
说错了，观战坊这边是带的一个摩天宫，观战坊这边是一个大堂，一个摩天宫。女儿村一把三飘飘中了两个，然后观战坊这边方村出了一只宝宝，这边的方村睡中了，观战坊这边女儿村自己撞了，机智。这把预判可以的，一武装。这边的大堂又继续扫宝宝，他们还是以亲宝宝为主啊，扫了这扫这个龙龟。对面的法系还是一直在，对面指挥一直让法系在起状态，光辉先补齐，状态打好，这场估计要打很久哎。我感觉一个小时差不多吧，我有点想上厕所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等下回合三十秒的时候我去上厕所去。哎，可以，这把风中，这个逆武装伤害可以的，起刀三千，欢迎朵朵欠揍。想他们想点女儿村呢，难道要让法系抗我？嗯，这个也是摩天宫，这他妈不是龙宫啊！摩天宫爆了六千，直接六千给他爆死的。我还想等三十秒去上个厕所，但是这为什么只有十五秒？我刚刚想说，难道想让龙宫抗龙吗？结果发现出手的是个摩天宫，然后直接暴击六千五，一半的血。方寸这会儿封的还挺准的，对面是一速方寸，二速天宫，开始打破碎了，有套路，自信输出。这天宫爆起来真的是无敌了。对战的龙龟把观战坊这边大堂撞开了，十秒。这几把操作都比较快，可能他们有的会自动。这几把操作都是十秒极限操作，你们说这种打这种 PK 的有没有双开的？就比如说他们人员没有到齐双开，开的这种阵比较尴尬，可能他们想开一把云阵嘛，开把云阵套路一下对面。如果对面，我想想，如果对面开把鸟阵呢，对吧？开鸟开阴，是不是开鸟阵开阴阵的那个几率还是挺大的。这个是一把云阵，这不是天阵，伤害有点吃不消。你们想一下，对面龙三位本来就30%伤害，再加上被大克40%，这不暴击都是3500，不爆都秒怪3500，爆一下都6500-7000，估计这个1601这个队伍也是有点难受，再加上灵动，对吧？很难受啊。观战坊这边都没有灵动，我想去一下厕所，憋不住了，赶紧啊，快操作啊！什么事？三十秒，让我去一下厕所。放出一把必中风。这个时候，观战坊方寸好像没有对面快了。前面是对面的方寸比，前面好像是观战坊的方寸比对面快，是吧？现在他们观战坊这边方寸没有对面的快，然后一直被对面方寸控着。然后他们继续点观战坊这边女儿村。
不停的点煞。他们一直在扫宝宝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关张方这边大堂扫了三次，三次都是扫宝宝，没有扫，没有点煞过人。法西这一把没有点死女儿村，应该还有赖须弥守势，可以的，继续守住了。好，我去厕所，30秒。我发现我太天真了，我本来想30秒，但是，但是女人那个上厕所慢，这个确实是没办法的。今天比赛有好几场，今天一共有16个队伍，至少3分钟。那个，跳过吧，我们继续看啊。是我太高估了我自己，我本来以为我会像男生一样那么塑料自己。这一会儿不看，关山峰这边就有点惨了，女儿村起不来，宝宝也飞了。我穿的裙子，没办法，出个孩子，卡苏宝宝先出出来。30秒。你试过吗，老司机？不亏是老司机，时间都卡了这么准。以前有过一个指挥跟我说，他说打 PK 的时候，谁先出孩子，谁就差不多已经去了，就差不多已经走远了。他这样跟我说的。不过也有很多靠孩子翻盘的，这个也不一定的。关山方这边没有普陀啊，知道后面药也是个问题，打不了持久战。对面是我们96的，对面我们要希望关山方这边输，知道不？实力差距太大，其实装备都一样啊。你们想啊，全民 PK 嘛，装备都是14段，都是150的，跟阵容搭配，还有那个阵法，还有指挥关系很大。对啊，对面是96的，对面是那个孟俊的队伍，孟俊，一个是配置。一个是指挥，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被农村大客，
刚才你们看到没有，前面就是对面摩天宫秒过来6500，直接给这个女儿村半血秒死啊。欢迎心比天高。冠方这边我看一下，是好像是两广队伍吧，这个不是按服务器来的，这个是全民 PK、两广的。官方这边女儿村主要是站不住，看这回合他能不能站下来。还有两个奈须弥，还好奈须弥秒了400，哇，天空出手了2500，顶着罗汉没有秒死。不过官方这边血线也很惨，两个风系都是脆皮，两个风系都只有一点点血，也不能说他们脆皮吧，可能是被大克了，对面伤害太爆炸了。谢谢，不错，不能怪他们太脆，只能说这把真被大克很难受，再加上对面又有灵动。这化生一口血给他加了还挺多的。这个是决赛啦，全民 PK 决赛啦，谢老司机。三攻啊，三攻也不一定好打，因为对面是双峰哎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是三攻的话，三攻肯定得带一个辅助吧。三攻一辅助一风系也不好打。谢谢申送的通用票。全民 PK 它是这样子的，它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最开始是试玩时间，试完了以后，试完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，又都可以报名去玩，每个人都可以报名，都可以去登记，然后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玩了。然后全试玩时间过了以后，就是队伍跟队伍打，打就是淘汰赛嘛，就晋级赛嘛，就一队一队打下来，到这样到最后就剩下几个强队晋级了，然后就最后争冠军，争16强这样。好像前三名会有奖金，前三名第一名是多少万来着，第一名30万还是几十万，反正奖金还挺高的，50万啊、哦，那每个人都有10万。欢迎菲尔，我以为是30万呢，原来是50万，我去。指挥要多拿一点的。不用8个人啊，5个人就够了。5个人，每个人玩2个号嘛，每个人多配几个号嘛，对吧？因为操作就只要5个人操作呀，5个人操作就行了嘛。我可以一个人，我可以准备2个号嘛，对吧？指挥肯定要给他多分一点。可以一个人5个2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应该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不行吧？如果全一个人那么多号的话，到时候万一他几个号都要上，那操作不过来呢？娜娜队也要分钱？开玩笑，娜娜队也要分钱？就5个人啊，没有什么另外给他算那么多啊，我觉得5个人就够了，一个指挥，4个操作手，对吧？你如果想要什么职业，这都应该可以配的，自己都可以配。舞狮驼那种队伍，那种只有自己玩玩的时候才会有，真正到正规比赛，你看他们都是带风带秒，带风系带辅助，然后带大唐，带什么龙宫啊天宫这种的，不知道啊，
关山峰这边也是有点奇葩，今年这阵容。他们试玩的经常会五狮驼，五个龙宫，这样。试玩那是无所谓的。试玩的他们就是好玩嘛，浪费时间哈。这个怎么说呢，看个人的，很多人都那样玩一下娱乐一下。对面新东方的还是比较稳的，观战方这边两个风系站不住。女儿村跟方寸，而且观战方这边女儿村宝宝应该也飞了很多只了。这是被落魄了吗？欢迎起来的遗憾。很多人玩全民 PK， 其实确实就是接触一下这个高等级的 PK， 了解一下，也不是说为了打什么特别好的成绩啊，为了怎么样。偷久了，这不是三速，它不是三速，它是他们很多人玩一下嘛，对吧？因为平时你说要打175 PK 的话，成本也挺高的。你们说就这种打打 PK， 打打什么花山剑会，没个几十万是吧，肯定下不来，所以说就全民 PK 嘛，尝试一下阵容，各种阵容都有。哪边是好人？对面是我们九六的队伍，九六孟俊的队伍。孟俊之前是玩多少级的我都不太清楚哎，孟俊。观山方这边的天宫是一宿，女儿村是一宿，说错了，天宫是对面的。观山方这边的女儿村是一宿，他刚刚偷血了，我还以为他是被封了。偷血了，只有一把金青。孟俊是玩129的。鸟阵狮驼飞龙宫900，他不可能说把把都飞人家900啊，对吧？欢迎鸟然于心，你不懂，但是不代表人家没有，他们有的人就喜欢那样玩，很正常。不光是全民，你说包括平时帮战，平时打华山打帮战，很多会带双狮驼三狮驼的队伍啊，很多的。方丈啊，还有那个华山啊，他们带那种三狮驼一地府，然后一个逆地府，三个狮驼一个化身，这种阵容很多。欢迎谦虚先生。对，刷分神器，我们碰到这种队伍真的就无解，真的很难打的。那种三狮驼一逆地府一化身那种。每次跟大师打化战碰到这种都是输。我说的逆都是逆，我逆的跟 N 呢不分的。双峰啊，双峰是可以打，国标打不了。我们每次就化山，我们跟大师打的时候一般都是双法系，一个双法系，然后双法系一个大唐一个地府一个普陀，这种没有风。果然方这边方寸是站起来了，但是我感觉下一回还是得死，这个方寸血太少了。
这女儿村是没宝宝吗？女儿村一直不出宝宝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金钱标，标了他500的血。给孩子奶了一口。金钱标。继续扫宝宝，我有点看不懂官方这边的指挥，他一直在让大唐扫宝宝，他觉得这样对对面能造成威胁吗？好像并不能啊！我去，6900，欢迎美少女，欢迎小德，6900，这摩天宫爆出来。但是你亲宝宝，你也没有必要一直那个，一直扫宝宝吧，我觉着没什么用。一个天宫就够他们受的，扫人也没有，那扫谁都没有。那可以破血吗？破血一下呀，或者起塔呀，打打特技呀，是吧？已经要没了，就这样就崩了。官方这边要崩了，对面拉扯就干。我刚才说这把要打一个小时，看来我太高估他们了，打不了一个小时。没有了，自动了。这方寸已经放弃治疗了吗？宝宝自动了。怪人们，哎，大唐还出了一个宝宝。这他们有点看不懂，可能他们内部出现了分歧，有的人说要放弃，有的人还在继续挣扎。50万没有了，对呀、啊。不过现在是小组赛，小组赛不知道打几场。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分配的，刚才有个记录。小组赛，小组赛一共是3场，